演，演员好了，可以准备对稿了。这样，你等一下。喂，导演赖床啊，信不信我叫副导过来？副导。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志的私人助理。我们导演讲要设一点集合，结果自己在那边迟到。哎，导演，你懂时间是金钱嘛？我分分钟几百万上下嘞。我们四个嘛。导演，不用不好意思的，我只是等了一个钟而已。Holy shit！ 导演的车跑出来一只嘎子。蟑螂仔，车上有蟑螂的烟，你是不是在车上吃东西？这是算是我宠物，你要撒羊奶，不要磨到肚子。没有想到导演那么喜欢嘎子，甚至把它当狗来养。人家养狗就拿来看门，导演就养嘎子来看车。啊，由于卫生问题，刚刚我已经让导演的宠物归西了。哇！说你要那个残杀可爱动物，我们可以有一点爱心吗？真是看不起。你想一下，他母亲在找他。导演，我没有想到你那么有爱心，那么喜欢嘎子，这样我明天从家里厕所带多几只来孝敬你了。来了，我们终于到了一间很高级的马来餐馆。哇，这里是很有皇宫的 feel 嘞。咱们这里真的不能，你今天看你就知道了，不可以。啊，来了来了，这样没的地方导演还是要先三先四。哎，但是没有办法啦，毕竟我们是 pro 的嘛。真的很气馁，我们找到这么辛苦，结果全部都有问题。这有玻璃怎么拍啊？喂，这么乱动人家的东西哦，那个很像很贵耶，等下不小心弄坏的话，大家就要陪导演卖屁股还债了。我卖身不卖，呸，我卖艺不卖身了嘞。所以导演还是不喜欢这边，因为太多那个类似玻璃的物体，感觉不够古代的 feel。十块，差不多了，没有人要来把定，差不多了。哇啦，我这个人很衰的咯，不要给 parking 钱就直接讲啦，还要一直讲人家要倒了。等一下卡放没有人，差不多了 ，Let's go man， 去下一站。我们 on the way 去 shopping 了。唉，本来以为可以去 shopping 了，结果只是经过罢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去几间中式餐厅 Recky 了。每一间的风格都很相似，古色古香，食物的味道更香。哎呀，导演，反正你都不饿，不如你先走哦，我留下来吃饭先。差不多今天的收工时间就要到了，现在我们就多去一间餐馆了。哇，导演良心发现哦，竟然请我们吃 ice cream， 谢谢导演。油也打了 ，ice cream 也吃了，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间餐馆了。如果导演再不喜欢的话哦，我就真的不用 location 定要拿你生一个餐厅出来给导演了。这边也是一样啊，这边餐厅要加一点麻酱、辛辣的，加一点辛辣的，就 OK 了。看导演的表情豁然开朗，应该是蛮喜欢这间了的。看一直在那边拍拍拍，连厨房都不放过，这间是蛮有希望了的。刚好晚餐时间到了，导演看大家很像饿鬼这样子，所以只好请我们吃晚餐。哇，他们还送我们饭后甜点呢！一定要说服导演在那边拍摄了，这样我就有机会回来吃这边的东西。不哟，导演人气太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他拍照。算起来，我们今天都已经去了六间餐厅，我觉得明天的行程一定会更累，因为我们又要去找森林了。这样我们今天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明天见。Good morning， 今天大家都很乖，十点就集合好了，连导演都没有迟到哎，我一定要去买马票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到了第一个地点。他是讲这边本来是可以进去的，他讲这条铁链 support 是没有锁的。就是来找神灵哦，已经找了不几百个神灵了，我已经变植物学家了。我跟你讲，这里有很可爱的松鼠，你看，现在要不要玩抓迷藏？在这里很难拍摄，因为这里很多 bus， 那个 bus 声音是嗡这样，你看。这里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吗？那如果有的话，有点小一点，也不多，就这样。这里有像战争，有 fighting scene， 因为如果它的rumput太长，或者它有akal太长，很难去抵抗。它的拳头就像这样。其实我们是要找的是榴莲森林，榴莲树它才会这样子上来，这样子比较好拍。导演刚刚讲，如果一个好的场景是需要周围三面都可以拍摄的。这里走不远呢，就会看到屋顶，又会有车子经过，根本就不像一个古代的森林，所以导演觉得这里不合适。好吧，现在我们就上车先吃个午餐先，希望今天的 Recky 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了。很痒，那蚊子也会咬人呢，它咬的技巧哦比较痒，为什么？看谁赢了你在那边，他整个 gangster 这样，你最好跟他大声。我去跟他讲一下。那下一幕的 shot 哦，就是车上的那个路程照相机。然后在那边跟人家打架，还穿着黄衣这样，怕人家找不到他。这样，这样，拔完了。
刚刚我们 location manager 经过和罗莉老一番打斗过后，终于安全抵达餐厅吃午餐了。跟你们讲个小秘密啊，导演很喜欢喝冰的，每次去到餐厅就会偷人家的冰块，所以那个冰哦没完了啊，就一定是他了。吃饱饱了，我们现在就继续出发。大概四点半左右，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森林了。导演一吃饱就睡，感觉像不像一个动物嘞？惨了，我们又遇到突发状况了，没有想到这个森林保护区竟然已经停止营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算是白忙一场了，看来要安排改天去别的地方 recce 了。哎，今天好像不太顺利耶，下次出门前一定要让导演先拜拜先。导演看我们前两天开车载他 recce 那么辛苦，所以他今天良心发现，决定今天换他开车载我们去试装。啊，原来坐在后面给司机载的感觉那么爽，老板的生活就是那么朴实无华。今天导演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哎，虽然要迟到了，但是先喂一点东西给他吃啊。等一下开车肚子痛，因为我哥吃饭就吃辣椒，所以我现在要挑战，今天是龙哥叫我挑战，还要我适应回去。吃完早餐后呢，我们就来到一个会让人家焕然一新的地方，丑小鸭可以变天鹅，灰姑娘会变新的人啦。That's why you stress so much for us. Enjoy, enjoy.哎呦，这个剧本听到我都会背了，我还是带大家参观一下啦。那这里什么都不多，衣服最多，只有你想不到的，绝对不会有他们找不到的款式。找不到的话就买啦。造型师会把每位演员的衣服分类好，不管是主角还是 KLFA， 他的造型都是量身定造好的。然后搭配好的每一个配件都要拍照做记录，这是一个保障来的。如果东西不见互相挖来挖去就不好咯，不要为难自己人嘛。哇，没有想到现在拍照可以同步连接电脑跟 iPad 啊， Go for game， 挺美的，太累很难做决定，因为太累。导演已经累到极限了，决定躲起来睡觉啊。导演我帮你锁门啊， Good night。 导演演员好了，可以准备对稿了，再先读一下先。喂，导演赖床啊，信不信我叫副导过来。副导果然要用副导的名字才可以治得了他。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导演接下来就要继续跟演员对稿，这样我就下去帮他买他最爱喝的冰。其实导演只要有冰什么都好喝了。哇，这样厉害，这么厉害，有冰多多。Thank you, thank you.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啊，剩下导演最后压轴试妆啊，来看这边，看这边啊，对啊，对啊，来来，熊猫露出来 ，OK， 看左边，叫你看左边，不是看右边 ，OK， 啊，向这边，向这边，很好，很帅 ，OK， 下一位。因为电影里面呢有一个戏份，就是导演一直被人家打头，为了保护导演的头，不要被打成 OKU， 所以我们在讨论着要用哪一个护套来保护他的头。可以卖给那些处男用的，人就一边那边打，晚上抱着睡觉。终于结束了，今天时间还有点早，叫我还是快点回去看我的欧巴先。Good morning， 因为今天迟到了，所以导演打算在 studio 直接点外卖来吃。还有 white rice lecha combo， white rice lecha and crispy popiah。我要吃 matabak roti canai。你讲那些都是我们平时吃的，我们现在叫的是那种比较阿达斯的。就是明明是 popiah， 他就写 popiah， 就是阿达斯。我现在打地址，因为这个地址不是我的。DC 导演，你是不是忘记 order 我的了？对哦。算了啊，你可以忘记吃饭睡觉，但是绝对不要忘记出粮给我就好。因为导演今天下午要去录影，所以现在要抓紧时间跟演员对稿，还有要去监督其他岗位的工作。他手匠都不错。耶，终于结束了啊！累到我狗这样啊？不对，狗都没有我这样累。这几天过后我慢慢明白为什么导演无论在选地点还是在造型上要这样挑了，因为这是制作一部电影所需要的态度跟专业。讲实话啦，我是真心佩服了，但是做工真的好辛苦哦，导演又怪懒。唉，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怀庆，虽然我已经实现了一半了，我是怀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Tag Recce 啊，这几天一直 Recce 我已经开始先了，我要向导演征求下一集一定要去好玩的地方了。今天就这样啦，拜拜。站中间，然后旁边有人是很多围住我的前面。是欢迎的。OK 啊，对啊，40块就好，40块。